这世界很现实，冷暖自知，冷暖自知，暖的时候啊，舒服了，是不是？沾跟你沾的，捧你的这个处处啊，见你像皇帝，那是真的吗？你没有大彻大悟，你觉得是真的？觉得真的这辈子等到了，你看看走到哪里，大家对你鞠躬作揖的，那真叫做涉世未深，是不是？那冷的时候谁理你？没人理你。就算你说今天啊，这个什么政府发放一人一床棉被，一床棉被可能5°C 摄氏五度的时候还可以用，是不是？0°5的时候一床就不够了，那时候怎么办哦？所以呢，施比受有福。你说我也想施啊，施不了啊，受都已经不知道哪里可以给我接受，我都不知道了，还说施，导致你不笑死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所以这是严肃的问题。你经常在等待人家施舍呢，还是经常你已经满意呀、福满意呀，可以跟人家分享，而且你眼睛都不眨一下，没事，像跟汗毛一样没事，这才是有福之人。而且你跟人家分享，造福世界，你连一点贪恋留恋都不会。不会像有些人说，哎，我捐这个钱要不要放我名字在这个上面吧，谁谁谁捐献嘛，是不是？真的到富足的时候，你那么在意吗？可能不见得了。但是你不富足的时候，那个捐献的钱可能你可以过一年，可以过一天，是不是？有跟没有差很多，但是差在哪里？差在天要不要给你。搞清楚哎，兄弟姐妹们，我不是经常讲吗？名正言顺的时候，这个大白天的啊，你走两步路去拿个东西，觉得 OK 的，是不是？哎，突然晚上停电了，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，你明明知道什么东西放在哪个抽屉里，你就是找不到，有没有这种经验？有吧？那你怪谁呢？是不是？所以咯，又是那句话，有时想无时，莫待无时想有。明明就是抽屉打开，就在这就在你的视线里面，你就可以拿到的东西。没电的时候，没什么的时候，这东西拿不到，所以这件事情没有成，影响到后面的损失，后面的损失点点点造成你的遗憾。你跟人家讲，因为那天停电，所以我没拿到，我好可惜。人家说，人家心里想，人家不好意思说，人家心里想。谁理你啊？停电是你家事、啊。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现实，就是这么现实。所以要认清世界啊！你不认清世界，就没什么好谈了，对不对？你天天等待着人家的救援，人家的救援也许也是建立在他的虚荣心之上，是不是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对不对？谁哪个大善人捐了100床棉被？哎呀，好伟大！不好意思，那100床棉被，他觉得要心中好过，对不对？捐献给可爱的你，那他下次不捐了呢？你怎么办呢？